那个。他们不是猪排骨，他们是在那边。里面呢就是有安全救生。好，下一张，下一张。好，小卷加工的叶子，心肝宝贝。期期间有没有就是受到什么影响？然后是怎么样？大概40万。天哪！哎呀，跟那个心肝宝贝，然后小卷酱的老板做访问的过程。那不够远啊，那个这个如果再这样过来，就是零售。开饭。先来饭，那天没关系。大一船，妈妈还说那个一千万。这里抓的是这个鳗鱼。是用来晚上抓夜行趋光性的鱼类。从这次遇见老板，发现老板是一个热情有活力的人，也发现到原来传统鱼市场上面每个老板都加入自己的想法还有创意，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商品。